呀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一个给宝宝玩的那种拼字的游戏啊，给宝宝玩的啊，给宝宝玩呢。啊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哦，快放回去。刚刚看到你们在那个浴室啊，一直在玩一个东西。虽然我的头发今天做的好像没有办法弄这个，但我看你们弄得好爽啊！哎呀，贼爽啊！我前面做头发了。哦，这个啥呀？麻不麻？哎呀哎呀！往后走一点，走一点。哎呀哎呀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喜不喜欢？哦，这个真的对，这个东西很可爱。而且我觉得你来个套餐好不好？给你搞个全套。哇塞，这个好帅啊！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妈呀！这是全部的。这有弄头的，这有弄眼睛的。哦，哇，这个好帅！妈呀，这个是什么？这头盔套。磊子，给你来一个全套的，好吧？来来来，我的头不怕造。不是哥，我感觉你这个像故意锁我的，我有种被上刑的感觉。因为它紧，所以才舒服。手拿着这两个。头有了没？嗯，哇，哦，哇，这个，哎呀，你现在无敌了，你现在是一个超级形态，现在没有人敢惹你，有没有？所以他手上两个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？这就是抓头的，抓头，你要抓头也可以抓腿。那他已经戴了个头盔，那头盔是什么？那个头盔是专门按头的。你这里有感觉吗？对嘞，这里我感觉脑瓜是嗡嗡的。它是震动还是按摩？按摩加热，然后还能发那个光波。光波加热，嗯，嚯嚯，哎呀，啊，威力这么大吗？定，抬腿。再抬，倒立。你们这个科室玩的好幼稚啊！这个真的好爽啊！它是那种全方位的那样抓头，而且这个是防水的。啊，它可以洗是吧？对。这个好像个昆虫啊，在这个桌子上像两个虫一样，对呀，就一直在摆。这要用多少分钟？比如说那个头套，就十几分钟。哇，哎，这个好舒服啊！我被这个惊扰什么的了。我所有东西都是按头的，因为我是那种啊，不管几点睡都是，比如七八点会醒，然后其实睡眠就不够。哦、你知道吗？老年人都是这样。对，真的。所以我发现啊，海涛其实会买很多七七八八像这种啊，像这种，也许买了也未必有用的东西。花里胡哨了。对啊。不是未必有用，是绝对没用的东西。孟辰知道你这些花销吗？